真的有时候其实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，什么事情是错的，那是错的，但是有时候也是一念之间，那么就好不好，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。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垃圾分类之类的啦，对，垃圾分类就是一个开始。吃完便当我就会用水冲一冲，冲哪里？吃完便当冲嘴巴来的，我都有冲手，冲手巴。那么这句话也反映我们要珍惜水资源。最近印度干旱很严重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接下来这首歌是那个 Angel， 然后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一个曲，这是主唱小田跟另外一个吉他手。一间，这首歌是写给我的朋友的一首歌。我们的乐团成立一段时间，那么在音乐的这条路呢，认识了很多的朋友。那么这个朋友，非常的支持我们。然后有一年呢，他不幸的就这样到天国去了，所以我们写了这首歌来纪念他。我这首歌里面也跟大家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。真的，这个我是蛮 geeky 的、就是我什么鬼神那些的我都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你对别人好，你对自己好，相对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条件，它就也会回馈你。搞得我们写的歌很像圣歌哎，充满圣灵之类的。这歌送给我们的好朋友亚伟 ，Angel。不要再
谢谢。哇哇哇，好好听哦，阿威。